介扶你回房休息吧，然后慢走。哟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哟，秀给皇上的吗？怎么那件刺客身上？真是低估了你，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呐！我不懂太后在说什么，您这么晚不睡，就为了跑来这骂我恶毒？快闭嘴！你到慈宁宫行刺哀家，为什么敢做不敢承认呢？我行刺，我没有啊！启禀太后，奴婢在玉哥哥床底下取出这些衣物。栽赃，我是被栽赃的。你说这是栽赃，那这个又是什么？龙在天涯，这是你绣给皇上的，你又把它给要了回来。你不是一直都带在身边吗？你到慈宁宫来行刺哀家不成，把证物遗留在现场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要见皇上，我被你们陷害，我要见皇上。皇上通宵处理军务，哪有时间理你啊？好，来呀。在吗？即刻把他推出去斩首示众。站好。好，把我斩首好了，反正我也活得不耐烦了，死了好，死了一了百了，死了好。拖出去。走走。怎么睡着了？什么时候了？皇上，饮食刚过，今天才凉不久。皇上，您要不要先回寝宫补个眠？或者今天早朝延后，或者是取消？不，这还有许多事要处理，伺候冠喜吧。只想跟怀玉恭敬早点。啊，对了，皇上，昨晚上哥哥来探视过您，奴才见您正忙着，所以就没有通传。哦，朕知道了，先下去吧。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，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他人头落地。
要行刑了，任凡可要移言上告。砍下我的脑袋，请神交给皇上，告诉他，怀玉对他也是爱，也是恨，也有情，也有仇，来生别再见，因为太苦了。行行，